请掀开经本第十二面，第六行，十二面经文的第六行。我们将经文念一段，对对地方。 常行布施即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领得度，一度知者时成佛。从这一段看起，这个一首偈上一次，我们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只讲了一句：常行布施即戒忍。今天我们接着看第二句：精进定慧六波罗。 精进是菩萨唯一善根。佛经上面所讲的善根，我们要特别注意，无论是大乘、小乘。 宗门教下、显教密教，无一不是从断恶修善入门。如果我们不能断一切恶，不能修一切善，这一生无论你怎样修学。 你到最后啊，还是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啊，你怎么样去巴结佛菩萨、讨好佛菩萨，没用处的。啊，这个道理与事实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佛帮助一切众生。 决定不是感情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要明了。佛帮助我们是讲道理的，啊，是理性的。佛对一切众生的加持，就是开示啊，为我们讲经说法。 为我们做种种的示范，我们看到了，听到了，一定要行证。行证是佛菩萨对我们帮不上的忙。前几天。 明山老法师在此地讲了10天楞严经，这部经有许多同修都很熟悉。啊，在楞严会上，我们也看到佛菩萨给我们做示范，给我们表演。啊，阿难尊者。 就扮演这个角色，他跟佛的关系跟别人不一样啊，他不是普通的学生啊。
他跟释迦牟尼佛是堂兄弟，他们堂兄弟总共八个人，释迦牟尼佛是老大，他是最小的，最小的一个小弟，所以他自己以为佛是他的大哥，又这么喜欢他，疼爱他。你们这些人要认真修行啊，不修行不能得度啊。那我没关系啊，将来到时候老大哥会帮忙啊，提携一把了。你看看，心里就存着这个不正确的观念。遇到摩登前女之难呢，遭难呢，这才晓得了，这是恍然大悟，原来怎么样了？这种事情啊，大哥帮不上忙啊，才恍然大悟啊，不修行不行呐、啊。别人勤苦修行啊，阿难也都要勤苦修行啊。这是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修行从哪里修起呢？断恶修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呢，从这做起啊。那么你就晓得，世间人作恶，恶的根源在哪里？佛教人修善，善的根本在哪里？这就讲到善根了。善有根，恶也有根。恶的根是什么呢？贪嗔痴，三毒烦恼。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今天起心动念起了贪心，起了贪爱了，立刻就要觉悟，这是一切恶的根源。这个念头一动起来，这是恶的根啊，发作了，它在起作用了，非常非常可怕。无量无边的罪恶都是从这个根生的。古德有言，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你要觉悟的快啊！这个根现在在发动，立刻要把它止住，制止住，这叫修行。果然能够控制得住啊，这叫功夫啊！这功夫得力了，你能够把烦恼控制住了，这叫功夫得力了。烦恼控制不住啊，依旧起现行，依旧造业，功夫不得力了。世间三善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可见的，那个恶的根呢，翻过来就叫善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起心动念，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夫。见色闻声，贪嗔痴的念头才一动，马上要把它降服住。金刚经上所说的，云何降服其心？那个心呢，就是三毒烦恼。你要时时刻刻提高警觉，因为三毒烦恼根太深，面太广，无量劫来养成这个祸患啊！一时想把它除掉，除不掉的。根深蒂固，哪有那么容易除掉的？
唯一的办法，提高警觉。他一发作，立刻就将他控制住。用什么方法控制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84000法门，无量法门，方法无量无边的。这方法干什么呢？无非是控制烦恼。我们今天学的是念佛法门，我们用一句佛号来控制它，念头才一动了，阿弥陀佛，佛住了。第一念是贪嗔痴，第二念呢就换成阿弥陀佛了。你得有这种方法了，这样念佛功夫才得力了，才能够念得相应的。这是讲的世间的善根、恶根。菩萨善根只有一个，因为菩萨决定修三善根，这个世法三善根他没有问题了，菩萨当然是见思烦恼、尘沙烦恼都断了，无明啊也破了一品了，证得清净法身了。所以说世间的善根呢，他已经圆满了。那么以后什么是他的善根呢？佛说了，精进。精进是菩萨唯一善根。精进这两个字的意思，也是无尽的深广啊。精是进步，进而不退呀。我们这部经古德判教，这部经是属于圆顿大乘的，比华严还殊胜的。那隋唐的大德认为，华严法华只不过是无量寿经的导引而已。你看看把这部经看得多么重要，这一部经多么殊胜。那么我们晓得这个经的标准是法身大士，但是这个经特别，因为它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因此这个精进的范围格外的广大。圆顿法必须破一品无明，才证得三不退也。进这个字有了，你看看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可是，在我们这个经上讲呢，不仅仅是证三不退，是圆证三不退。这个圆字，那就不可思议了。圆是圆满了，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到圆教初住菩萨就证三不退了，但是不圆。
什么人才能称为圆证三不退？严格的说，等觉菩萨才可以说是圆证啊。如果把标准放宽一点，那就是经中常讲的阿惟越智菩萨，这个是经上常讲的，三经当中都说，而且说过多次了。那么这算是可以说他是圆证三不退了。阿惟越智，古大德给我们说明七地以上，那么换一句话说，地位最低是七地菩萨，七地、八地、九地、十地，等就算十一地，这些位次才能算圆证三不退，这就不是一桩容易事情了。可见的比华严所讲的殊胜太多了。那么怎样算是精精进？精这个字是精纯，纯而不杂了才算是精啊。精进是菩萨修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科目，佛为一切众生说种种法门，说无量法门，并不是叫你全部都要学习。你要是这么想这么看呢，那你就错了。佛的要求是叫你在一切法门里面选择一门精进修学。这个精的意思在此地，一门深入长时间的熏修就叫做精进。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华严自始至终处处都显示精进修学的效果。我们现在才介绍出席的大众啊，没有正式讲到经文呐。参与这个法会大众，现在给我们说出，他们都是有一个法门，正如解脱。正如解脱是什么意思？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解脱解是解开烦恼啊，见思烦恼解开了，现在的新名词叫解放。见思烦恼解放了，脱离六道轮回，解脱；尘沙烦恼解放了，无明破一分了，你就脱离六，脱离十法界。这个是解脱的意思。
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中国民俗里头一般所讲的正果，它正的是什么果呢？佛果，它成佛了。圆教初住菩萨成佛了。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面跟我们解释祝福，他就是这个说法。祝福是指什么人呢？指41位化身大士，这个叫祝福。中国禅宗所谓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什么人见性？圆教初住菩萨就见性，破一贫无名见一分真性，他真的成佛了，见性就成佛了。这个佛叫分证为佛，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佛，但是他还没有圆满。为什么没有圆满呢？妄想没断尽，妄想就是无明，无明没断尽啊。无明断尽了，那就是究竟圆满成佛了。无明虽然没有断尽，破了几分呢？所以他是真佛，不是假佛。你们看看，仔细去观察，用什么方法成就的一门？所以他是精进成就的，他不是杂进成就的。我们今天犯了最大的一个忌讳，学的太多了，门门都想学，门门都在下功夫，到最后是一无所成。这个例子从世尊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代代都有这个现象啊。我们真正学佛的人，对于这些不能不留意。你仔细去观察，过去的人、现在的人，他怎么成就的？他成就的条件是什么？过去的人、现在的人修行失败，没有成就，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不可以说他不用功啊，不可以说他没有心啊。他真有心，真用功，为什么到最后失败呢？他不是精进啊，我们用现在话，他是乱进，他是杂进。就是说他学的太多太杂了，所以他不能成就啊。我们在此的培训班的同学，我想你们对于这一点应当有体会啊，应当有一点认识。我们在此的办培训班期限只是3个月4个月，我看到你们的报告，你们写出来你们的感想心得，你们说在这边3个月比你们过去在佛学院学4年还要扎实啊，还要有效果，这什么原因呢？绝对不是我们这边比你们佛学院的老师高明，不见得啊，比你们那些佛学院的老师用的方法呢巧妙，也不见得。说实在话，我们样样都不如人呐。我们掌握了什么原则，
你们会感觉到这3个月比学习4年还有效果呢？我们掌握的就是精进。你们在这里3个月学一样东西啊。你们过去念这个佛学院要学几十样门功课啊。差别在此地啊。这3个月当中啊，你们头脑里只想一桩事情啊，想一部经，一个法门。你全部精神集中在一点呢，你觉得有成就。以往你们在佛学院念书，这一点钟学这一部经，下一点钟又换一门功课了。一天好几堂功课，要学好几种不一样的东西，你这个脑子乱了。这一堂课还没吸收进去，马上换一堂新的。所以别说4年没有成就啊，40年也没有结果啊。我们从这些地方体会呀，佛讲的精进有道理啊。所以大家在华严会上，你看看这些出席这些大众，无论他示现的是什么样的身份，我们仔细观察他，他对佛的赞颂，他自己的报告，都提出一门。在华严会上，我们真正体会到了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每一个人修学的法门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证无上道。每一个人都成就，都脱离六道十法界，都证得了毗卢遮那的华藏净土。这个是我们要深深思维的，知道精进是个秘诀，是妙方啊，决定不能夹杂，觉明妙心菩萨，在西方确执这个书里头告诉我们念佛精进的方法，他说了3句话：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特别郑重嘱咐的，念佛人最忌讳的是夹杂。你夹杂，你这个佛号决定念不好。换一句话说，你功夫不会得力。念佛人真正的成就，弥陀经上说出来的，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一心不乱是念佛三昧，心不颠倒智慧开了。大势至菩萨所说的，自得心开呀。那个自得心开呀，就是《阿弥陀经》上所说的心不颠倒。功夫都是在精进，都是在一门深入。所以我们办培训班提倡的一门深入，将来办佛学院还是一门深入。
如果我们要像一般佛学院、一般学校一样，那我们走的路子跟他们路子一样，结果也跟他们的结果一样。这个办了没有意义了，我们的精神时间全部都浪费了，干这个事情干什么？但是佛学院呢，我们可以多开一些课程。诸位同学选定了一门课程，就一门深入。个个都能成就啊，像华严会上这些佛菩萨一样啊。这个佛学院就有成就拉出来了，将来毕业出来之后，就出了许许多多的菩萨了，用现在的话说，专家了。学讲无量寿经的，这个七年毕业出来了，你就是无量寿佛。学讲弥陀经的也要学七年毕业了，你就是阿弥陀佛。学讲普门品的，普门品也要学七年，毕业出来之后，你就是观世音菩萨。我们可以开很多课程，我们这里是造成佛菩萨的一个学府啊。我们要在这个学校里头拿学位，这个地方的学位是佛，是菩萨。只要你一门精进不懈，你一定可以把这个学位拿到，然后才有能力教化众生。一门通了，给诸位说，门门不通。这个是佛法跟世法不一样。世法你在大学里面学一个科系，你这个科系学得再成功，另外一个科系你外行，你不懂啊。佛法不一样，佛法一样通了，一经通，一切经通。是什么原因呢？佛法是叫你明心见性，所有一切经教都是从自性里流露出来的，所以你从任何一门见性，你就能通达一切法相。一切法相都是以自性流露出来的嘛。可是你通达之后啊，一切经都通了，当然一切经你都能讲得好啊，就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啊。这个时候能不能用佛的姿态出现在世间呢？不行。为什么呢？现在众生根性不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你要观机说法了。现在这个时代，诸佛来了也要示现菩萨，不能示现佛的身份。佛是大通家，什么经都可以讲，菩萨不是通家，是专家，只讲一门。这个是佛跟菩萨不一样啊。诸位要细细去想想啊，你自己本身是佛，是大通家，你要顾到一切众生的根性，事先说，事先菩萨，事先专家，劝人呢，精进呐。
这个是你大慈大悲，不是你不通啊，是众生不通啊，众生学两样三样就不能入门呐，啊，必须自己要做一个榜样，啊，实现一门，啊，我一门通了，你跟我学一门，你也会通，他才会相信吧。从这些地方呢，我们真正体会到，啊，佛菩萨是无尽的慈悲呀，对众生的关怀爱护啊，无微不至啊，做出种种示现，给众生做榜样，啊，教导众生精进。这个意思，我们总要能够体会得到。所以我们讲的这个佛学院里面排课程教学的方法，我们决定是遵守佛陀的教导，决定不能违背。我们知道违背，我们决定失败；我们遵守，决定有成就。希望诸位的时候都能够修行正果，都能够真正拿到菩萨的学位。我们的佛学院就成功。那么精进其他的意思，这个一般经论讲的很多，诸位也听得很多，不必再多说了。我们特别强调的，决定要专精。净宗主修的六门功课，无尽一论。随着你自己的兴趣，任选一部，只要专精都能成功。其他所有一切大小乘的经论，包括世间的典籍，可以做参考，可以做辅助。跟学校都是一样，我们主修的助修的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能够帮助我主修的这门课程，这部经论可以参考。不是帮助我这部经论的典籍，我们暂时可以不要去理会它。一定要把精神、时间全部集中。修学的态度，讲习里头也讲的很多了，信解行证。信解行证，华严经上说得很好，行部圆融是同时的，虽有次第，但是它是融通的，一即是四，四即是一，我们才能入境界。要把它分成四段就难了。
这个道理要懂。行部不爱圆融，行部是次第。换句话说，次第不妨碍圆融，圆融里面不妨碍有次第。这个道理与事实华严经上讲的很多很多，我们明白了就晓得怎样去修学。精进才能够达到底下一个科目，定禅定。前面我们讲的忍辱波罗蜜，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诸位想想，如果都不能够忍，你怎么会得定呢？所以从忍辱再加上精进呢，你就得定。定是真实的受用啊。定是定于已。这个已不是专一，不是唯一，不是独一，而是任意。这佛法才圆融啊。我学无量寿经，我的心就定在无量寿经上。我学《金刚经》啊，我的心就定在《金刚经》上。每一个人所修学的法门不一样，每一个人定的定点也不一样。所以那个一是任一，不是唯一，不是独一。这在显示出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在任何一个法门里面，都能得定啊，定就是三昧耶。从三昧才开智慧。这是法门虽然多，哪一个法门切自己的机？这一定要掌握到。为什么呢？契机的法门呢，容易成功；不契机的法门呢，就很难成就。因此在修学选择法门呢，这个对于你将来修行正果关系最大。你要选错了，选择很不容易修学的，你要得成就啊，就难了。一定要选契合自己根基的。可是，选择法门，那是大学问，真实智慧呀。佛在世的时候没有问题，佛证的究竟圆满的智慧，任何一个众生亲近佛陀，佛一看对他的根性彻底了解，佛知道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
种种行业佛全知道啊。所以真的能够啊对症下药，药到病除，这说法奇迹了。佛灭度之后，也有一些修行正果的弟子们，菩萨声闻缘觉，他们也有能力观其，但是他们所证的果不是究竟圆满的果，因此观其的能力没有世尊那么圆满。你譬如罗汉，阿罗汉能够观察一个众生过去五百世，那五百世以前的呢？阿罗汉不知道，就没有能力了。你最近五百世当中的状况，他晓得，因此他说法也相当奇迹啊！没有佛那么究竟圆满呢，那也算不错了。可是到今天呢，我们所遇到的讲经说法的善知识都是凡夫生的，别说你过去一生呢都不知道啊，你现在这一生呢，譬如说你今年三十岁，三十岁以前的事情我都不晓得啊，你过去学的什么干的什么我都不知道啊，说法怎么能契机呢？这个是凡夫生的困难处啊！好像这个大夫啊，看到病人，对于病人的病历一无所知，他为什么得这个病？得病多久了都不知道啊！看看你现在情形，给你用药，用药都是试探性的，怕出事情啊！有一些大胆的。不顾一切给你下药，药一下错了，这个人学佛就学出神经病了。我们佛法讲着魔了。你看看多少，我们各个地方都看到许多人，年纪轻轻的，书念得很好，大学毕业了，甚至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学佛学个一两年，神经分裂。多可怜啊，前途整个毁掉。那是什么呢？大夫下药下错了。法不对机。害了人的法身慧命。这是我们不能不晓得。不能不警惕的。禅定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就是一心不乱，清净心，无量寿经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就是属于禅定。清净平等是功夫啊，不是听听你就得清净心，就得平等心，哪有那么容易啊？什么叫清净呢？对于事出世间法，不沾染才叫清净。诸位同学要记住，不沾染不是说你不接触，你可以接触，接触不能够染污。宗门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所以百花丛中过，
意业不沾身，那就是禅定。这个比如说，我们六根可以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知道六尘境界是幻象、梦幻、泡影啊，所以心里面对于外面境界确确实实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就是片叶不沾身。你对外面境界起一念分别，起一念执着，你就被污染了。你就没有定功了。所以禅定的前方便是忍耐，是忍辱啊，忍辱就是忍耐的意思。我们修定一定要学从忍入门，忍是禅定的前方便。禅定在修学里面是真实的受用，所以禅定也叫三昧，三昧是梵语，从字面上翻译正受，正是正常的享受。什么是正常的享受呢？佛给我们说，六道凡夫享受不正常，概括分为五大类：苦、乐、忧、喜、舍。这是六道凡夫的享受啊。身有苦乐受，心有忧喜受。当身无苦乐，心无忧喜，这个时候叫舍受。总共啊，五大类的享受啊。正受是什么呢？这个五类享受通通没有，那就是正受。禅定是正受啊，诸佛菩萨的享受啊。这种享受并没有离开我们世间的。佛菩萨示现在我们世间，《华严经》末后五十三参，诸位看到了。这五十三位善知识，他们的身份，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这个意思就显示，诸佛菩萨在哪里？已经跟我们生活融成一片了。我们从早到晚所接触的一些人、人事物，里面就有许多佛菩萨在里头。可惜我们不认识啊。到什么时候你会认识呢？你把《华严经》念通了，你就认识了。你就认识我们周边真的不少佛菩萨在。这是事实啊。那些人何以是佛菩萨呢？他跟我们生活融成一片，享受不一样。我们的享受苦乐忧喜舍，他们的享受是正受。无论是什么样身份，无论从事哪一种行业，他心地清净，一尘不染，自在安乐，那个人就不是凡人，那个人就是佛菩萨实现的。你要会看你要善于用你的六根
你能觉察周边有很多佛菩萨，有很多真正的善知识啊！我们应当要向他学习。禅定另一个意思是主宰，胸有主宰，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这是定功。我修学这个法门，一招，或者是你一招无量寿经修学，或者一招阿弥陀经修学，这是假设我们选定这个经本，这个法门。别人来给我说什么样的佛法，说什么样的法门，我或掌恭敬，我绝不会改变，我一门学习到底。这是你心有定功，你有主宰。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常常遇到一些同修来告诉我，听某个人说，某个法师说，我们这个念佛的方法还不是最好的，他们的方法比我们更殊胜，于是心就动摇了。这是什么？你没有定力了。旁边人家轻轻的扇子扇一扇，你就动摇了，你怎么会成就？你说他这个法门比我们好啊，跟他去学去吧。再于过几天又碰到一个人，那个人说方法比他还要好，那好了，你再跑到那边去了。一山望着一山高啊！你这一生当中天天在转换法门，到最后是一门也不能成就。说这个法门高，那个法门低，《金刚经》上佛的话要改一改了。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赶紧改一改。法门不平等，有高有下，就是这个意思了。你这个是愚痴啊！妖魔鬼怪只能动摇着愚痴人的心，为什么？他没有主宰，他没有定功，没有主宰，很容易上当，很容易受骗啊！心有主宰的人，有定功的人，不会动摇。这一桩事情啊，诸位要好好的去读《观无量寿佛经》四帖疏，就是善导大师的注解，特别去看他上品上生章那一段注解，那一段注解他注得很详细我们曾经讲过这个全经，也特别讲过这一段上品上生章，我记得我讲过这一段，讲得很详细。你要在这个段里面真正学会了，你的心就有主宰了，不会动摇了。善导大师举例说，别说善知识来劝我们改法门，释迦牟尼佛来不行，一切诸佛来也不行。你可以跟诸佛如来说，我已经选定这个法门了，那个法门虽然好，让他去学吧，我还是学这个法门，坚持到底。善导大师教我们的秘诀，佛来劝我们，我们都不会动摇啊，何况什么善知识了。
善导大师这个例子举得好啊！我们要多想想啊！否则的话，我们这个道心叫露水道心，水上的浮萍随着风飘动，没根呐，你怎么会成就？世尊可以说慈悲到了基础啊，知道末法众生这些毛病啊，所以在往生之前给我们留下的四依法，帮助往后这些弟子们在一生当中保证你修学成就。四依法里头第一句就叫我们依法不依人，凡是不能成就的，违背了佛陀的教戒，他搞什么？他依人不依法，注定失败。我们要牢牢记住世尊这个教戒。念佛。日本人提倡本愿念佛，说这个法门好，超过我们中国人太多太多了。我们中国人念佛都是僧遍地一乘，他们念佛是上上品往生。本愿念佛出在哪个经上？净土三经一论。后来祖师加进去五经一论，五经一论里头都没有说本愿念佛。无量寿经上，三辈往生条件讲得清清楚楚，你不听，听人家胡说八道。说老实话，我们念佛身边地一乘不错啊，他们那个搞的边地一乘都没份呐，比我们差远了。何以故呢？造谣生事，毁谤佛法，他们干的是这个，破坏你的信心，断一切众生法身慧命。你想想，他果报在哪里？我们决定依经典的教诲，依法不依人。他修他的，我修我的。你们也曾经听说过地贤老和尚早年一个锅炉匠的徒弟啊，他什么都不懂啊。老和尚就是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心专念，念累了你休息，休息好了赶紧接着念。人家念到三四年站着往生啊。这些人来给我们做现身说法，他为什么有这种功夫呢？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他那个心就定在阿弥陀佛上。除阿弥陀佛之外，他心里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杂念啊，一心称念，他做到了。《无量寿经》上教给我们念佛的秘诀八个字：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么郭罗江有没有发菩提心？实在讲，什么叫菩提心？他不懂。他心有没有发了？有。他自己也不知道。偶益大师说得好啊。你看《弥陀经要解》里面讲的，一心一意专求往生极乐世界，一心一意就想见阿弥陀佛，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这种讲法，偶益大师以前的古大德没说过，我们在所有文字记载里头没听说过。欧益大师讲的对不对？我们细细去思维啊，他讲的没错啊。一心向佛，这不是无上菩提心，是什么心？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老阿公老太婆不认识字，什么都不懂经教一堂也没听过念佛念个两三年，站着往生，坐着往生，欲知实质，他又不生病，走的瑞相那么好，就是专精啊。他时间虽然不长啊，他得定得念佛三昧了就是说他得一心不乱，他心不颠倒，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到极乐世界去了，他成功了。在这个世界，讲经说法的法师，修学其他法门的法师，不如他了，比不上他了。哪一点比不上？人家专精，我们讲经的法师，有的时候还要读经，有些时候还要准备准备，不能不分心还要应付听众还有许多些应酬没有办法拒绝的，所以比不上那个老太婆。他们好啊，有大福报啊，世间人瞧不起他，理都不理他，那是大福报啊，你懂吗？绝不是说哦，认识人多，在社会上名气大，那个人有福，那个人一点福报都没有，找他麻烦的人太多太多了。老太婆无知无识，没人找他麻烦。那才叫大福报，一生当中念佛没人打搅他，没有人破坏他的功夫什么叫福报啊？一般人认搞不清楚真正有大福报的人你不认识完全没有福报的人以为哦，这个人福报很大，交际应酬很广，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忙到最后三途去了，佛宝在哪里啊？他是三恶道的果报啊！这个人在世间又没有财富，又没有地位，没人瞧得起他，一心念佛，他的果报在极乐世界天天站在阿弥陀佛的旁边。
谁认识清楚呢？总而言这句话，心一定要做得了主宰，绝不被任何境界所动摇。我们依据阿弥陀经，依据无量寿经，采取持名念佛。这四种念佛的方法，我们采取持名念佛，一句名号念到底。我们修学这个方法是有沉船的，不是自己编造下来。我的方法李老师传给我的，李老师是印光大师传给他的，所以我们的沉船是从印光大师那里来的。苏州灵岩山是我们的主体，我们这个法脉是一脉相承，依照这个方法修学成就的人太多太多了，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怎么可以轻易被别人动摇呢？为什么我们修学这一点信心都没有呢？你们听了这些闲言闲语来问我，已经就错了。你来问我，我就知道你没有信心。你要有信心，你怎么会跑到我面前说这些话？所以也这是禅定的第二个意义，自己在境界里头决定做得了主宰。菩萨修学这六个纲目，从布施到禅定，都是属于四相。我们现在说的是落实在生活里面，落实在工作之中。这五个项目啊，最后这个是智慧。般若智慧，智慧不是事啊，智慧没有迹象可循啊。可是智慧呀，是修学的枢纽啊。般若从哪里显示呢？从前面五种四相上显示。如何显示？你有智慧，你没有智慧。如果你修学不执着、不分别，你就有智慧，那就叫般若在里面。你修学还有分别、还有执着，你没有智慧。你没有般若，前面五条要是没有智慧，就不能叫度了。但是布施不可以叫布施波罗蜜，波罗蜜是智慧，所以没有智慧在里面呢，前面这个五种是福报。修布施、修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通通是福报。禅定也是福报，生四禅天、四空天。禅定的福报啊，
所以你才晓得，六道里面，所以是世间禅定、四禅八定，它里头没有般若波罗蜜。如果有般若波罗蜜，这个禅定超越六道了，不在六道受报。般若是什么？600卷《大般若经》是般若最重要的典籍。世尊当年在世22年所说，诸位要晓得，世尊说法总共49年，22年讲般若，我们就体会到般若是佛法里头主要的科目啊。不是主要的科目，为什么用这么长的时间来讲这门功课？是一切大乘菩萨主修的法门，以文殊菩萨为代表啊！这个诸位晓得，文殊主般若，般若说的是什么？600卷般若经，诸位要是浏览一遍，般若经很长，600卷嘛。看前面不晓得后头，看到后头前面忘光了。世尊也知道，我们末法时期读书有这么一个现象，但是你读下来之后，会有一句话不会忘记。那这一句话为什么不会忘记？在600卷里面重复了几千遍，那这个印象很深刻了。这一句话是什么？3个字：不可得。不可得了，就是真实的智慧。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呢？因缘生法，法不是真的，假的。你能够看出来了，能够发现了，智慧，真实智慧。《金刚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个不能详细讲了。前年我们在此地讲过一部《金刚经》，用了很长的时间，好像是每天讲，讲了4个多月。说三心呢，是讲能得，能得的不可得，然后再说诸法，诸法是你所得的。佛在经典上给我们做了个总结论：诸法缘生，凡是因缘生法都没有自性，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这就告诉你，能得所得都不可得。这是真实智慧啊。所以佛在末后一首偈子上做一个总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是般若。
这是真智慧。一切有为法，就是一切万法。你看，诸位同修有不少啊，读过《白话明文论》。白话明门只是解释释迦牟尼佛一句话，世尊讲经说法是常讲啊，一切法无我，弥勒菩萨为了解释这一句话，造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里面将一切法归纳为660法。天亲菩萨觉得660法太多了，不便于初学，所以将660法再归纳成百法，教界初学就方便了。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百法了，一展开就是660法，660法再展开就是一切法。所以百法是释出世间一切法的浓缩啊，归纳了。这里面有违法了，就占了94种，只有6种是属于无违法。那么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有违法，就是指百法里面前面94法都是梦幻泡影啊。这94法里面，诸位想想看，8心王、50业心所、11个色法，26个烦恼法，还有这个。烦恼法那是说在心所法里头。11个色法。24个不相应心法。这个合起来94法叫有为法了。都不是真的。佛用比喻来讲啊，梦幻泡影。这些法相有体无，似有理无，它是不是真正存在呢？不存在，如露亦如电啊。如电是给我们说明事实真相，它不存在，它刹那生灭。这个我们在《华严经》前面跟诸位细细说过了。我们今天误会以为这些现象会存在，是什么事？什么回事情呢？是它的相续相。所以相续相比喻如露啊。也不是长远的相续啊，是很短暂的相续啊。我们人这个身体，其实这个身体刹那生灭的，我们不能觉察。我们看到一个人，活了几十年死了，这个几十年是刹那相续相。
所以它的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刹那生灭，生灭同时。生灭同时就是不生不灭，没有生灭。说生它灭了，说灭它又生了。所以佛讲这种现象不长不断啊，你说它长吧，它立刻就灭了；你说它灭吧，底下相又生了。念头是这个现象，形象上也是这个现象。所以一切四相啊，也是非常非断的，非一非异，这才是事实真相啊！你把事实真相搞清楚、看明白了，这个人才叫有智慧。所以菩萨现身说法，教化众生。恒修六度法门啊，还是恒常啊，永远没有间断。虽修六度法门，决定不执着，有能修有所修。他要执着有能所，他就是凡夫，他修的是福，他不是修六度。他之所修的六度，他虽然很认真很努力地在修学，一丝毫的执着都没有。不但没有执着，连分别这个念头都没有。这个我们就无法想象了。这一个人要不分别不执着，他怎么办事啊？无论是你修布施、修持戒、修忍辱，那你不分别、不执着，你怎么修法？所以佛在经上才用了三个字：不可思议，叫不思议啊！佛菩萨的境界不是不可思议啊，意思是我们凡夫人想不到的。他真的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事情做得很圆满，那做得很周到，确实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你要问他怎么成就的呢？不可思议，我们也说不可思议，好像这个话了。没答复一样，一听来一定很不满意，一句不可思议搪塞掉了，那跟那些宗教家所讲的，宇宙从哪里来的，人从哪里来，上帝造的，上帝从哪里来的，不晓得。佛法里面讲的不可思议，实在讲就是普贤菩萨行愿里头的两句话：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他是这么成就的。所以随缘呢，就是我们重要修学的科目了。起心动念呢，攀缘了。攀缘是凡夫啊，随缘是佛菩萨，随缘是一样做，做得很欢喜、很高兴、很认真、很努力，李牧原居士从来没有休息，今天晚上就开会去了，忙得不得了啊，半夜都不能睡觉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你看他精神体力那么好，他不是为自己做的，为众生做啊。为众生做，也不着众生相，也不执着造作的相，这个叫智慧，这个叫般若波罗蜜。所以布施里面不着相，般若经讲的三轮体空，不执着能施，也不执着所施，也不执着施无。你所施的这些事物，通通不执着，这就叫般若波罗蜜。那么布施呢，也就称为布施波罗蜜。持戒也不执着能持所持，这叫持戒波罗蜜。那么以此类推，一直到禅定。由此可知，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我们能够舍掉能所，般若波罗蜜就现前。只要你还落在能所里面，自己一定要晓得，没有智慧，没有智慧所修学的全是福报。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得好啊，这个事情啊，福不能解决啊。这个事情是指什么事情呢？生死大事，脱离六道轮回这桩事情，福报不能解决。换一句话说，你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不能解决，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要想出离六道轮回，什么能解决呢？般若波罗蜜就能解决。般若波罗蜜能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能帮助你脱离十法界。所以般若的教学就变成了佛法的中心科目啊！道理在此地。这个理念，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无论大乘小乘，宗门教下，一切经论里面都没有离开般若波罗蜜。为什么呢？般若波罗蜜是一切经教的教体，也就是说，一切经教是从般若波罗蜜里面生出来的。你看大乘经、祖师、判教、辩题，一切大乘经以什么为题？以实相为题。实相是般若啊。所以般若波罗蜜在哪里？这个经文里头字字句句里头都有般若波罗蜜。所以这个经文字字句句啊，意趣无有穷尽。哪里能说得尽的？跟大家讲解，每一个字讲两个小时，一点都不为过啊！两个小时能把意思讲得完吗？讲不完啊！两个小时讲一句，一个字，粗枝大叶，绝对不是细讲啊！细讲啊，字字句句，那就是佛经里头所说的，成说、差说、无尽说，都说不尽啊。那么由此可知，
般若智慧的重要啊。那我们这个经文呢，也只能讲到此地了。这个般若啊，一般的讲法，诸位可以参考啊，古今大德的著述啊，《姜维农金刚经讲义》好，周芷安居士的《心经全注》也好啊，我们读读对于。般若多少会有一点概念那么这个两句叫半句这四句是一首句这个半句是法藏比丘为我们实现的心六度八众苦啊，也是四弘誓愿里面学法门断烦恼我们用这个两句话了做这个两句的一个总结。底下一句是为度有情令得度这一句四弘誓愿里面的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是为度的为度的我们要帮助他得度那么这个就是常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话虽然是这么说什么时候啊我们才能够用无量法门来度众生呢成佛才行不成佛做不到啊佛法当中常说像普门品里面所讲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现佛身可以说无量法门这个诸位要记住什么时候现佛身呢一定要看众生的机缘机缘成熟了这个时候的机缘不是一个单纯的机缘也就是说明各种不同根性的机缘都成熟了那你是这个现身说法了你不能说一种法你要应付各种不同的根基说种种法门在这个机缘之下呢，那你就一定要现佛身所以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现身说法，不是随自己的意思是应机顺众生呢。顺一些根熟的众生。而是很多很多种不同根熟的众生啊，通通成熟，这是实现佛身啊，为说种种法门。佛灭度之后，这三千年当中再没有一尊佛出世了，什么原因呢？没有这个机会，而往后往往呢，一个地区。
一个触手，众生跟成熟啊，大多数是一类。一类根基成熟，那就现菩萨身了。示现的是一门身。而在末法时期，世尊在大集经上讲得很好，正法时期戒律成就，下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所以这个成就都是讲根基成熟。在正法时期，一类持戒正果的人根基成熟，下法时期一类禅定根基的人成熟，末法时期这一类净土根基的人成熟。我们读经听佛说话，要懂得佛的意思。这个对我们来讲，对自己帮助自己选择法门；对别人来讲，帮助我们关系，帮助我们帮助一切，为度有情。所以在今天，我们对于这些社会广大群众，我们如何帮助他？用一句佛号啊，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我们用这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帮助他们不管他信与不信，这个佛号他听进去了。天在阿赖耶识里头，永远不会磨灭，成为将来。再遇到这个缘分的时候，他会起现行，他会学佛，他会念佛往生不退，他会往生极乐世界。只要把这一句佛号，把阿弥陀佛这个形象让他看，一看也落在阿赖耶识里头。见闻弥陀形象名号，这就行。这个就是戒引广大众生了。所以在新加坡这个地区，这是个热带呀，一年只有一季，没有四季。这个地区方便，一年到头就穿一件 T 恤，不要再多加衣服了。我们这个 T 恤印上阿弥陀佛，马路上走一圈就渡了很多人了。所以大家出去办事，出去买菜，穿上这个阿弥陀佛 T 恤，你看看，你就渡了很多人。让人家看到这个弥陀名号的名字。这个地方受英文教育的很多，我们阿弥陀佛的名号中英文都印上。各种人通通都普渡了。那么这个地方新加坡用四种语言，用马来语、印度语，所以我希望诸位同修将来印阿弥陀佛名号T 恤印四种文字。这个衣服穿到外面去了，多元文化嘛，普度众生嘛，那是说为度众生令得度，我们要用这种方法嘛。一定要会做图案设计得很美。让每一个人看到都能生欢喜心。你看看现在社会，年轻人穿的是什么衣服？那个图案都是画的妖魔鬼怪，看到人都吓死人的。我们穿的这个服装是后面印阿弥陀佛，度这些妖魔鬼怪呀。
所以我感觉到现在我们做的这些衣服还不够啊。穿着的人虽然多了，还不普遍，应当大量去制作，免费赠送，将来居士林下面布施吃饭的，也布施衣服，我们印这些 T 恤放在下面，吃饭的一个人带一件都穿上，下一次来的时候穿这个衣服再招待，不穿这个衣服我们就不招待你了。好事啊！那么这是讲是没有得度的，一度智者是成佛。这个一度是说什么人呢？已经相信净土法门，已经修学净土法门了，可以说末法时期这一类众生呢，根成熟了，根熟了。根熟了的人呢，我们就决定帮助他这一生往生。所以我们建念佛塔，我们建弥陀村，为什么呢？就是一度智者是成佛。我们要把这一句话落实啊！建弥陀村，建这个念佛堂，落实这一句啊！我们这个经不是白念了，尽心尽力把它做得圆圆满满。根熟了，还没有到完全成熟，一定有个七分八分了。我们再加一把力，再辅助它，它就达到十分。达到十分，就往生不退成佛了。诸位要晓得，已经有个七分八分的人，遇不到这个缘，他这一生不能往生，还要等来生呢。来生不是底下一生的，不晓得后头多少生多少劫啊！就是你下一次再碰到这个机缘，不容易。这个机缘百千万劫难遭遇，所以我们明了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对这个机缘要格外的珍惜，遇到了啊，决定不能空过。遇到了一定要真正发现，有许多人怀疑，我们遇到的，这次我们在这做义工，他们都念佛往生了，那我们将来怎么办呢？想到这个地方呢，不想做义工了，还是到里面去念佛好了。那没人护持了，大慈菩萨早就知道了，所以在经上告诉我们：你劝两个人往生，比自己精进。你劝的十几个人往生，你的功德就无量无边了。你能够护持，让他们通通往生，除非你自己不想往生。你自己想往生的，你念佛功夫不够，不要紧。到你临命终时，他们一定会拉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为什么往生呢？是他帮我来的呀，去赶快去接他。阿弥陀佛也来了。我们这个世间人呢，忘恩负义呀，往生极乐世界的人，知恩报恩。所以你帮助他往生，他将来一定帮助你往生。这个道理，我想大家听了啊，都能够点头啊，都能肯定啊。我们的功德绝不空过。所以我劝同学们，我们同心协力，我们来做义工，成就这一些根熟的众生。
成就他们呢，就成就我们自己，自他功德不二。好，今天时间到了，谢谢。